哇，佳姐，你这么多泥呀、啊！给你商量个事儿呗。什么事啊？可不可以送我两盒呀？不行，不要那么小气嘛。这都是我最喜欢的史莱姆。你站起来，我们来玩个游戏。什么游戏啊？我们一人选一个史莱姆。选一个过程，不能用手去触碰别的质感。全凭经验，我有经验。开始，我还是我独创的老办法——敲谜鉴定大法。OK， 我就选这一盒吧，敲起来声音特别的闷。我没你那么复杂，我只有一个办法：点兵点将大法。什么是点兵点将大法？看我的，点兵点到谁就是谁。哇，还点到一个机灵鬼啊，错不了啦！看好了，我这盒泥只有半盒哦。看好了，我这盒泥也没有满哦。那我们限时3分钟。好，又有这个泥，这是一个奖。来，让你听过我的声音哈。小玉，你起泡起的好艰难呐、啊，你有声音吗？听着。哇，还真被你弄出声音了。我这个才是真正的超级无敌大炮声，听好了。哇，时间到了。也是多了有一倍了，你那盒都没满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那盒不见了。有人要赔我10盒史莱姆哟，10盒史莱姆，你还想装蒜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提交订单。下单搞定，我又有新的史莱姆玩啦！佳姐，你那么有钱，你还收过平民的钱，过分！